宇宙有多大呢？未来的我又将航向何方？为了探索我自己的宇宙，我来到了这里，在这里呼吸，在这里生活，我才发现青春就像未知的宇宙，有着各种不同的可能。我的世界也开始变得不一样。大学生活是人生中的黄金时光，各种科目琳琅满目，有医学、科学、艺术、经济、人文与社会，各种领域等着我去探索。那种感觉啊，就像搭上了一艘为我特制的太空船，让我去探索着无穷尽的美丽宇宙。这艘太空船上充满惊奇，有着许多令我敬佩的领航员，有无穷想象力的发明家，不停的创新测试，立志研发出各种人机与医疗器具，只为了解决人类生理行动的不便。还有一群锲而不舍的科学家，脑袋里装着满意的好奇心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，尝试各种新奇有趣的实验，经过千万次的挫折与失败，只衷心期盼一次成功，能够让人类有着更美好的生活。每天与这些人一起相处，脑力激荡，我开始思考着我未来的各种可能。上课实验，上课实验，脑子总是不停地在深渊里挣扎。当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幸好身边还有一群朋友陪伴着我，在这里一起度过每个欢笑泪水的日子。这个世界上最复杂、最令人好奇的事物，应该就是人了吧？当我能够站上第一线去接触病人的时候，那是一个令人难忘且兴奋的时刻。有着病痛的人体，宛如一个难解的黑盒子，只有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、抽丝剥茧，才能揭开谜底，抢救危急的生命。一个好的医师，不就像是个厉害的侦探吗？而每个诊断的过程背后，都有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我想要
去乡下村庄里面开一间诊所，设计更多高科技的辅具。我想要当护理师，照顾更多人。Help my government in making good health policy。中科院的声音所，学了最新的活体影像技术。对热带雨林研究未知的鸟类。I want to become a genetic counselor。开一间养老院，能够影响别人的医生。无国界医师，小儿科医生，森林保育学家，心理医师。I would like to work in NGO。医疗经济学家，复健科医师，研究认知科学，成为生化学教授，研发癌症新药，能够治疗老年失智，临床物理治疗师，医师科学家，国际医检师，外科医生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师。我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，了解人脑的思绪，将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广应用于整个社会。每次实验，每次诊断，每次下刀，每次奉献，都是一场冒险。乘着这艘太空船的我们，彼此都渴望着航向心中最美丽的乌托邦。在这个小宇宙中，充满着未知的领域与惊奇。直到我乘上太空船，真正去冒险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不会有尽头。我看见了不同世界的人们，看见了纯真的笑容，也看见了理想的国度。我感受到我所活着的每一天都在挑战各种不可能。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，珍惜每个当下。来吧，和我一起搭上这艘太空船，带着你的勇气以及对未来的向往，一同去探险吧。相信我，一起去穿梭时空，这一定会是一趟精彩、非凡、充满意义的人生旅程。